我们现在排队做核酸，现在外面又下雨又有风，冷不冷啊？冷吗？别的小区已经结束了，我们才刚开始测小区。哪个？是我发给你了那个。先在健康云上面注册一下。冷不冷啊，你的？哇哇，刮风下雨的。要打开那个。对。啊。有的在我这里，我给它弄好了。宝宝也要做核酸。哇，外面下很大的雨。他要踩水玩，下雨了呀你。抱起来，下雨了。起来，不要跑。哎呀呀呀。我们已经做好核酸了，排队半个多小时吧，一个小时。没有。不过今天40多分钟，今天下雨，刮风有点冷。他做核酸的时候，宝宝也做了，然后很多工作人员说啊，让他张嘴，太搞笑了。对。啊，痛不痛？痛了。还不懂。走吧，回家。